38级哈、啊。精英四横线三号难打，表情五号难过。只有正义。現在城内の兵力を総動員して準備を行っております。今回は帝国の動きが予想以上に速く、没有加二、十分な準備が整っていません。しかしこれだけ没有正二撤収すれば、有正有听说有正二啊，可是不知道身上几级才有。有吧，我本来还很期待的。我记得先生先不是人家讲有到正二吗？还是人家讲那情报是假的。妈耶，抽着抽着，海恩九三七还多十碎片 ，one face。台主积分打完了吗？等于39，能拿新兵种就不难打，哈哈。右正二这一攻击也太强了 ，X。前回はお前のために今一歩というところで退却させる。积分三万，快四万分了。再等你刷。まあ、任せなさい。加えて、今回の任務にはリアナという娘を捕らえる目的もある。間違えてその娘が命を落とすようなことになれば、作戦は失敗だということを。リアナを捕らえる。そう、アルハザードに秘められた真の力を引き出すため、光によって滅ぼされた魔剣の光の力。请问克里斯的附魔用什么比较好？克里斯失踪啊。这样，他有出爆发，他两招单体技应该就不会有那个空隙。克里斯单体神大炮，这东西在哪里啊？因为哦，这里，我听说这一关有一个直接过关的方法，就是从这边绕过来，直接把那士兵的皮肤那个熊是什么活动拿到，直接打这个利亚娜。那个之前那什么啊 ，FB 活动拿到的。慢慢打进去啊，不要用那种传送方法。走错边了。
いいですね。準備完了です。いいですね。お、神教員。覚悟を出しなさい。有点浪费传送。嗯，那也可以扛两只。会超绝啊！找不到。光联盟露娜。哇！好选。索尔大法纳和纳米哪个好用？法纳我没用过哎。纳姆是打这什么啊？飞兵还可以的。那你好用。行，把那攻击力很低。是否？準備完了です。好。想问台主这是什么阵容？请问雪莉的附魔放什么好？这什么阵容？请问神医附近这个饰品给谁用比较适合？昨天抽帝国时有出一只，就是阿萨布鲁阵容。神护近你要给利昂啊，你讲过。索尔大哪个关卡经验比较多？他吗？关卡经验都一样啊，因为他是看体力啊，你花多少体力就多少经验啊。唯一比较多的是跟他组队，组队花八成的体力，可是拿到十成的经验。这是光辉外挂力昂 X， いいですね。好处值3000点了，又有6000的。嗯。我靠，这硬拼了，这是。我要等一回合。那回合光遇可以自己放超绝放在光辉吗？不行。準備完了です。口令了解表情符号大笑。3000。打完退回去。雷大雪莉附魔放什么呢？我现在连买个月卡都很犹豫，0.0斜线。等一下。等一下。雪莉我是。雪莉我是用哎、欸、靠要怎么找不到，尴尬。陆涛和满月陆涛啊，正面突破。好雪莉陆涛一般，陆涛好一点，有奶昔辅助满月好一点。暗黒を出しなさい。
わよ。先躲回来，先躲回来，还没血。五位电脑版 App 左耳台专属频道里使用说明里，欢迎来跟台主聊天哦。那我会不会先把他打死？哇，我死了，惨啊，拿不到。没关过这系列，为啥雪莉绕跑公主看吗？哇，他刚好挡在我不尴尬的地方，拿了不到啊！为啥他是绕跑公主？地图装改好难打。他天赋就是大宝公主。準備完了。吸血蝙蝠很讨厌。了解。这样他就死了。準備完了。我掉这里，可是。何かお手伝いできることありますか？看丽丝塔我找不到，可以把雪莉送掉，吸引雪莉 FC。好难打哦，怎么打进不去？可是我只要站这里，我就会死，我就不能二动。孩子常常在挑战极限。可以过来。艾尔文开超绝就是爽。先把人吸引出来。这边跟他打。皇帝转勇者可以当台吗？暗黒を出しなさい。皇帝不太能当坦。好了，把雪莉送掉啊！把这些飞兵都先给打了。武士的武器要用治疗正三趴的，还是智力正二趴的好？步兵卡很乱，只能辅助他，算不掉他吧。好，準備完了。好，往那边跑，冲他！本身步兵是在枪兵小兵。了解。行くぜ。勝負をつける時が来たな。準備完了です。いいですね。对，十二回合应该够啊。十一回合。準備完了です。いいですね。なになに？よし。
步兵的防御成长不如枪兵。都是的。皇帝主坦没办法不够一个人当副坦。皇帝，而且皇帝的指挥修正防御也不是40%。请问台主雷丁称物防好还是模仿还是都可以？刚抽到光头，我是模仿跟物防尽量平等啊。因为我来问 WL 抽的怎么样了？因为那什么那个雷丁对模仿还是有点差啊。尤其是雷丁都带枪兵，枪兵对模仿又更差。了解。